给呀，进。同学，你找谁？哎，你找你呀、我，你怎么进来的？乔装打扮。方红跟瞎呀，他看不出来。没有，我趁他擦眼镜的时候。小七，我们家那连锁店开到学校门口，鸭脖、飞饼、那个小龙虾。哎，你不是不爱喝甜的吗？专门买的。哎，你拿走，我不吃。别呀，我冒生命危险给你带。你走不走啊？你不走，我叫了啊。哎，宝儿，你快走吧，别惹事儿了。那这个会吃的会吃的，快走。我走了，有什么不够再跟我说啊。追到女生宿舍来了，是有点猛。